用的洋河算就是中国的，所以说呢，就是交再多的税也要用中国的洋河算。这个呢，反而之后就是给美国的消费者增加了负担。我们是进来以后成本高了，卖的成本也高，消费者呢反而之后赚的钱还是那么多，掏出的钱也多了，他们干脆原生再造。